重新拍摄《西游记》，这真是我的一个梦想，也是我的一个理想。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尤其是文革的时候，看的书不会很多，但是孙悟空这个形象是所有青少年都是一个偶像的这样一个形象，他的这种反叛精神，这种追求自在的这种性格，都是年轻人特别喜欢。因此我们就非常想把它重新演绎一回，能够让大家看到这种孙悟空的这种无忌的性格，这种大智大勇的这种精神。我觉得这是我这次重拍《西游记》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重点。《西游记》呢，是中国文学史上充满自由理想的文学名著。中国人的传统世界观里边缺乏的就是自由，于是自由成了我们千百年的理想。多少代人因为孙悟空的自由引领精神世界的飞升，而把它作为我们心灵的光明向导。理想永远是美好，理想如果总停留在想象的阶段，那就只是梦想。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出去，用实践去缩短梦想和理想之间的差距，我们坚持不懈地走到今天。重拍《西游记》呢，对于我们来说，这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为从不管是从哪一方面来说，对我们都是一个全新的一个考验。比如说，从前期的这个造型设计、美术设计、场景设计，以及所有的后期的这个 CGI， 包括服装，所有的一切都是对我们的巨大挑战。那么，我们首先把这部戏定为一个叫做魔幻类的一个神话剧，或者说是一个童话剧。那么我们要想把这个魔幻的色彩表现得非常充分，在这些方面都应该做得超过以往。那就是现在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超过以往？83年的《西游记》在那个年代已经做得非常好，那么我们怎么能够在这一次重拍的《西游记》当中，能够达到前所未有的这种效果？这是摆在我们面前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我这里有一组数据，从这个数据当中，你可以看到这部戏的困难和难度。2007年的5月份，我们开始来做摄影工作。从这开始呢，我们大约完成了场景在800平米。人物造型图有600多。道具设计图有1600多套。故事版的分镜头呢，分镜头的图呢有2000多张。参与制作和演出的人员加起来超过了1000人。大家都知道，就是以往我们在电影里面采取用这个故事版来描述镜头，但是这一次我们为什么要加入这样一个舞蹈小组，就是因为它是非常的复杂，我们一定要把故事版先画出来，然后再分发到各个部门当中，让大家知道我们是在完成一个什么样的镜头，要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完成，达到的最终效果。这样的做法在电视剧里面应该说是，我想是第一次，因为电视剧的数量太大，所以不适合于说把每个镜头都挂上故事板。但是我们在所有重要的场景里，全部把它变成了这样的故事板，对于我们后台的拍摄起到了非常方便的一个效果。新版《西游记》里边的人物众多，场景复杂，既要做到神奇魔幻，又要让观众有身临其境的逼真感。要想达到预计的设想，难度是非常大。
其实我们看过许多世界经典的魔幻大片，我们在感叹它的神奇之余，最多的余力就是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我们不知道技术的难点在哪里，再加上我们的资金有限，我们几乎是在贫困的情境里边完成了魔幻的想象力，显得真是有点力不从心。特效、造型、化妆在这部戏里起到的作用是众望所归的重要与巨大，也是我们以往拍摄过所有作品的难度累加起来都不能够与之相提并论的。以往我们只是人的难度，而在《西游记》里边呢，大部分都是妖魔鬼怪，有些造型甚至没有生活蓝本，师徒四人只有唐僧一个人是人形，所以化妆师除了人物的造型以外，还有人物的塑形，有很大的一部分工作是塑形工作。我们有一个统计，整个戏里边有对白的人物是398个，其中需要塑形的人物就有200多个，这还不包括没有对白的群众演员。为了节约经费呢，我们在全中国差不多找了有7-8家的乳胶研究所，那这些乳胶研究所我们给他们分配了工作任务，一段时间呢，他们反馈回来给我们拿回来的产品呢，可以说是全都不合格，所以这是让我们非常痛苦的一件事，因为算来算去这笔费用是蛮大的，那么想省钱又能达到效果，我们也提出这样的要求，但是他们就达不到。这个时候呢，我就想着那只好去美国去来去，那看看能不能把这个技术给拖回来。我们到那去买这个东西，去了解这个东西以后，我才发现这个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因为在美国呢，你可以看到它在这个研发、制作、销售、使用，他们都是分开。应该是说每一步骤都是由每一个专业人员来完成的。你研发是一部分，你制作是一部分，销售是一部分，使用是一部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整个的是他们的一个系统的一个组合来完成的这样一个事情。这是让我到美国去访问和去考察以后，有了一个非常深切的体会。这个体会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我们所创造的这个环境和美国所拥有的这个工业化的这个体系，电影工业化的体系差距实在是太大。所以美国的电影它之所以能够创造出那么辉煌的这种效果，我觉得非常重要的是它所有行业的专业化，所有专业化的行业的组成了这样的一个链条，那这个链条就是它的一个制造体系。所以这个我们去了解了这个来说，我们是觉得我们差距太大，但是我们又怎么来做呢？我们要以最少的钱来完成最困难的事情。那你去问一问他们这样的去到美国去，头一句话人家就问问你有多少预算了，那么我们这个预算对于他们来说简直是九牛一毛，但是我们就是在这样困难的尴尬的经费尴尬的情况下去完成我们这样的一个理想，所以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限制。美国好莱坞的造型技术应该说是国际一流的，所以我们专门从美国请来了参与过《鬼娃新娘》《堕落天使》《电锯惊魂二》《机器战警》《X 战警》等影片的造型师 Marshall 先生，协同我们自己的造型师、化妆师，运用好莱坞整套的化妆工具和材料，对所有造型的人物进行了设计制作。
大呢到碧水金睛兽，小到龙王的胡须，全都采用这种先进的发泡乳胶，它的质感是非常接近人的这个皮肤的质感，又可以与人物的这个肌肤有机的粘合，演员面部的细微的表情都可以通过乳胶皮肤逼真的再现出来。而一些更加特殊的人物塑造和排斥起来就相当困难，比如说是蝎子精、白骨精、石子精、白鼠精、犀牛精、九头狮等等。为了让他们表演在真实的基础上更加的神奇和魔幻，道具部门制作了一些用来拍摄特写用的局部的模型，比如说像龙爪、龙头、蝎子尾巴、蜘蛛腿，一些特写的画面都用这些模型来配合拍摄。全景画面则需要 CGI 角色实拍的真人的身体衔接，前期拍摄时候演员所穿的绿色裤子后期都要进行替换，质感、毛发、动作、表情都要与前期的实物做到最大程度的吻合，所以这个制作的难度是相当的大。当然我们在这部戏里边时间不够，因此呢，还是没能实现。比如说，当初我一开始我所想的这个叫天衣无缝，那我希望天衣天上的衣服都没有缝隙，是完全是跟身体是一体的。但是在制作的过程当中，这个困难是解决不了。那研发人员最终也没有能解决，没有那么多时间我就开拍了。因此，这样的遗憾当然还有很多，还有很多。啊，我后来想的是，只能是我要拍摄这部美猴王的电影，我希望能够在这个电影里边